开始开会。赖市长、市府林秘书长、各局处的首长及主管、新闻媒体各位好朋友及本会同仁、电视前的乡亲朋友，大家早。今天呢是12月15日，星期四，也是台南市议会第二届第四次经济大会第33次会议。市府观光旅游局呢，王石思局长呢，因为有药物在身，所以请假。那么由林国豪副局长代理出席。那上午的议程为市政总咨询，议员咨询的时间呢是每个人为50分钟。那么今天呢，由郭俊华议员咨询了以后呢，那我们休息一下就继续。那市政总咨询有自由发言的时间。那我们现在是由郭俊华议员开始今天的总咨询。郭俊华议员，请。感谢主席赖市长市府团队，这个新闻体，议会的同事大家老早吼，首先来请问这个咱公务局咱的司局长吼，这个2007号伫今年1月底，敢会当如期完工？每年一月底啦。哦，每年的一月底会当如期完工。会当完工。好、这个里丁咱们去大桥吼，这个六年吼这个建设这个47亿吼预算吼，这个中央有定案。这个行政院已经有正式公示吼，已经定案。已经定案了，感谢你啊，这个杜阿吉，副局长，过去吼，这个闹个沸沸扬扬吼，就是这个湿地吼，一挂相关的法令吼，本会的吼，议员吼，有人咧质疑讲湿地啦吼，那是这个开始实施的时阵吼，会去影响到地方的重大建设吼。这个闸门溪桥咧，吼，拄啊伫这个湿地咧，吼，这边的范围内底咧，安尼敢会去有相关的法令去北调？目前来讲，因为都市计划部分其实并无影响到现有的使用啦，吼。未来这个湿地咧划的时阵，吼，其实目前伊即卖营建署啊倾向，吼，重新修法，等于讲有关于它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保护的范围，真正保护的范围，各有伊的利用的部分，即卖伊。即马规个法规是重新咧检讨，就是讲伊嘛感觉过去迄个做法无经过跟地方详细沟通，就来执行，安尼是无适当的啦。即马本身咧解了解，就是讲会去受到即个法令的限制未？并目前来讲并无。安尼感谢你一切吼，即个市长，本身吼，伫遮吼，甲你12万分的多谢啦吼。过去吼，阮土城啊吼，即个所在吼，人咧讲了讲吼。就是这个会当讲是边疆啦，吼，嘛会当讲是一个无后路，一个这个会当讲这个一个无后路的，一个征讨吼，所以咧吼，本身做民意代表咧吼，了解地方的需要，所以感谢咧吼，你对这条2007号的支持甲帮忙吼，来争取10亿的预算来兴建吼，伫你的努力。甲帮忙吼，斗三工，即马咱中央咧吼，即个闸门溪桥咧吼，已经正式要兴建安尼吼，伫遮咧吼，地方咧吼，交代本社今仔日来到遮，甲你质询的时阵咧，特地爱特别咧吼，甲市长来感谢吼，因为过去咧吼，阮土城啊即个所在咧吼，会当讲真无发展吼，即条2007号跟即个闸门溪桥的兴建了后的时阵吼。地方的房地产吼，过去的温啊啦吼，一家栋拢差不多伫个1000万至1200万这个卡刀，即卖温啊啦吼，一家栋咯已经拢头到伫个3000万以上。信宝庙后壁遐的这个产能咧吼，即卖一分地咧吼，拢差不多伫个500万迄个卡刀吼，所以咧吼，伫遮特别咧吼，甲市长来表示12万分的感谢呢。是关于这件代志吼，咱来恭喜地方
啊，同时我也感谢郭清华议员，哈、哦，啊，郭清华议员，你和过去王兴南委员，哈、哦，都积极推动咱二丁七号道路的兴建嘛。也后来虽然王兴南委员落任，哈、哦，啊，你也真积极继续啊在推动，哈、哦，啊，我足感谢你的帮忙，啊，尤其是这个台啊西滨六十一线，哦，这跨闸门溪大桥，哦，啊，你不只是开记者会提出质询，啊，有那提供真济宝贵意见给我。啊，同时二丁七号道路你兴建的时阵，有那帮忙协调地方里长甲民众的意见，啊，让这个兴建会当如期完工。哦，我特别利用这个机会，啊，公开的机会甲郭议员说一下。啊，感谢啊，市长嘞，吼，对地方的帮忙，吼，感谢。公务局局长，这个淡水溪桥哈改建哈啊，这个工课哈，今年九月初三已经正式动工哈。啊，伊个期限呢哈是24个月哈。啊，咱大家知影哈，淡水溪桥伫安南区甲北区嘞哈，伊是一个重要哈诶，这个交通路口哈。啊，所以嘞哈，兴建这个24个月的时间哈，地方拢感觉讲哈上过长。是毋是伫恁干部局咧，会当来协助啊？即、這个啊，咱公路总局这边者吼，来较紧甲即个工程吼，会当提早来完成。你咧看敢有可能？即、這个因为公路局处长吼，也是过去我的同事吼，我哈，阮即个我会来接见吼。安尼，拜托苏市长吼，尽量帮忙一下吼，看会当缩过三减三个月、减五个月，这拢是地方吼。啊，诶，一个期待安尼，吼、哦，好不？是，好，是。这个交通局，是啦。盐水溪桥吼改建吼、哦，伫这段时间吼、哦，咱交通局这个车流量吼、哦，这迄个车辆吼、哦，诶，疏散吼，啊，加一挂相关的配套吼、哦，您即马这个敢有？这建议完成了，跟议员报告了哈。啊，这个桥因为最近才行政院才核定嘛，哦、嗯，啊，当然，那这个连接2/2至7号就有干道，嘛还没完全通车嘛。所以以后咱针对这个交通，咱来去处理，咱嘛去看现况。来了，那个看要安那检讨嘿。局长，本席给你做些建议了哈。即马桥还袂拍电动的时阵哦，即马还阁维持吼现况的时阵哦，咱希望讲吼，伫这段时间吼，恁这个交通吼的疏散的工课吼，一定要早日甲计划会好啦吼。啊，袂即一条桥起落的时阵吼，两冬的时间吼，即对地方啦啊，尤其是上下班的时阵嘞，对足侪人是来讲有足大的不方便啦吼。即个吼，本席甲你提醒吼，恁希望讲吼有一个。配套措施啊，较紧甲这个工程做好。经过去规划，嘿，我们会整体规划。你请一下，吼、哦，这个水利局局长，这个海东桥吼，诶，应急工程吼、哦，是，啊、哦，伊个经费2200万嘛，吼、哦，对，伫今年诶二月吼，这个伫细部计划已经完成嘛，吼、哦，是。伊三月吼正式要发包嘛？应该是讲明年。哦，明年啊，明年三月要发包嘛。但是阮会叫会赶紧啦，嘿，希望讲会当赶紧。这除了恁服务员的吼，啊，十月吼要完工嘛。哦，啊，咱大家知影吼，这个武器吼是拢伫十月进前就会来源嘛。是毋是讲吼，伫这个工期也好，吼工期也好。哦，啊是讲底下发包诶程序也好，是毋是恁会当较积极一点？是，甲伊着做一个报告。目前吼，迄个设计公司吼，因为市长也真关心，所以阮着叫因先设计。嗯。啊，市长嘛有讲，就是讲钱诶代志卖烦恼，阮着赶紧设计好，着会当发包。所以阮诶了解是，因初步即个设计吼有送入来，但是阁有爱修正诶，所以阮真着叫伊赶紧来修正。尽量哦，伫有期吼。进程哦，来给完成了哈。是。啊，咱大家知影吼，这个海东桥吼，应急吼，应急这个出水站吼，伊是对宜安路透过东安路
啊，透过海电路二段来到这个海东桥这个部分。哦啊，今年啦吼，梅子吼，咱安南区引水嘛，引水上个重要是安那，今年的雨量也是特别大啦吼，啊个这个迄工拄啊好巴流吼，水排袂出去吼。当然啦吼，啊这个治水的工课啦吼，有当时啊吼，唔是讲遐容易会当去解决啦吼。啊当然啦吼，一寡该用会当去赶紧的工课。咱尽量赶紧安尼啦吼，即、這个吼，伫恁拍拼吼，看会当伫今年雨季的时阵吼，即、這个初雪山吼会当完成啦。好，安尼好唔好？我对即个方向来努力啦。好，好唔好？是啦，咱海威了大白吼。以前嘛，即个工程进行安那，伊即有分设五标嘛，是哦，分设五标嘛。其他即四标哦，一标加二标，啊四标加五标，即是毋是伫明年？伫明年诶时阵，虾米时阵会当完成？差不多伫。明年一月、二月初差不多得当完成啊。来，请了。这间公司啦吼，叫做伟昌营造，吼，伊得四标，伊如期吼，会当伫明年诶二月来完成嘛。哦，二月完成的时阵，你若明年啦吼，雨季到的时阵，才得当发生，即发挥迄个效果嘛。啊，来，迄个第三标咧，第三标。现在是不是在今年八月十日，这间公司就是宣布这个倒，吼、哦，啊，所以咧吼，等于甲咱台南市政府办公嘛，吼、哦，这间营造厂叫做伟昌嘛，这盛旺，啊，盛旺，这个环保局，这间盛旺。一万公司这间，你对这间公司你敢有印象？一万报告哈，盛旺应该是最近在查的一间公司，我也是安尼讲。是不是这个咱土城啊，这五粒的废弃物，吼、哦，有害的废弃物，吼、哦，诶，这个营造一间公司。伊是其中一个的，啊，所以我那是当事人呐、啊。当事人嘛，哈。对对。来，好，哎、啊，你也坐哈。即嘛，市长，我做一个报告哈。噶即嘛，伊八月哈，八月十日宣布这个公司倒了，噶即嘛已经差不多将近哈四个月的时间了。啊，咱即嘛市府这边遮哈。咱即马规划设计，咱即马上中央水利署嘛。啊，上中央水利署的时阵吼，中央水利署吼，伊若甲咱回转来，吼，因准咱即个工程吼，依咱市府设计来发包的时阵，来，咱阁办理发包、办理施工的时阵吼，雨季吼已经来临啦，雨季已经来临啦。啊，今年咧。每次风台的时阵哦，台风的时阵哦，你去到海尾，啊，去到东安路吼，跟这个啊，这个安和路的交叉路口，你拢甲地方做一个保证，讲每年雨季，咱这个海尾排水吼，一定会当来使用吼，啊，所以咧吼，咱每年吼就袂搁再淹水。好来，即马啦吼，这个工程啦吼，即马甲看起来啦吼，已经是无啊多人个伫雨季这个时阵完成。啊，本色咧吼，本色个伫地方啦吼，有听到一挂沸沸扬扬的，一挂沸沸扬扬的时阵，就是讲安那哩样呐，有特定人啦，即马放风声啦，讲这个工程啦，因要提起做。哦，啊！你提起做的时阵，风声放出去的时阵，
刚放这个风声啦，伫地方绝对有伊个影响力嘛。你即马风声放出的时阵啦吼，你比如讲啦吼，这间画厂伊嘛可能有想要标嘛，人因已经如期完成，啊伊嘛是属实一个有能力会当甲遮这做好以后，诶一间英国的公司嘛，伊有可能伊就无爱来标啊，啊无爱来标的时阵啦吼，是毋是？你无人来竞标的时阵啦吼，介绍标权，介绍标权的时阵。咱有底价嘛，咱袂当发包，袂当一边就发包嘛。你陆陆续续安尼愈拖愈长的时阵就对啦。到时地方淹水啦吼，南面吼是面市长啦吼，这个工课吼，我哪有市长讲一个啦吼？是毋是？咱有啥物较好的应用的方式吼，会当来解决这个明年吼，咱有机吼。要来进行吼，即即个啊，即饮水嘅问题安尼，咱何市长好。迄个关于郭议员嘅质询吼，我三部分甲你说明。第一就是讲，海尾寮第三标因为厂商负责人被收押，哦，牵涉到他拄仔你所讲即个代志，因此呢，公司倒了，啊，解约，现主席呢，水利局重新发包当中。那第二点呢，就是啊。发包的时阵，咱会和地检署合作，因为咱台南市真侪重大工程，拢和台南市地检署合作，包括路平，包括污水下水道重大工程。那这个代志，若有讲有牵涉到外力的这个围标，那我会请水利局，吼，啊，爱去寻求迄个地检署合作，啊，好好的厂商会当来投标。阮说，我那是含市长联络协商。咱台南市吼，足济重要的公共建设吼，咱无因村吼外口的人围标啦。吼，安尼咱人民的血汗钱啦，吼，较会当大分钱吼，拢建设伫啊，即需要建设的所在安尼啦。尤其是即水利工程牵涉到市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啊，那第三点呢，就是讲，虽然讲咱重新发包。但是阮的工程已经延标达到50%了，哦，所以伊的迄个核心已经完成，所以伫明年有期来真正来的时阵，配合其他的指标嘛，吼，对河川的这个防水治水的功能，应该讲是无啥物特别的影响。本身吼，跟安南区人是担忧啦，因为安南区人吼，其实吼，大家去学引水吼。拢小块里也有惊到啊，啊，所以咧吼，这个公用工程吼有这个问题的时阵吼，啊，所以咧吼，本身咧，伫遮吼特别提醒市长咧吼，一定爱注意这个问题吼，啊，咱跟检调期间检调的时阵来合作吼，和这个工程会当顺利吼，和多方面啊正常的厂商有想要来做的人会当来为咱台南市的公用工程来。因为这个工程我嘛争取足久才争取到，好，所以我也。今天的郭议员质询，我特别注意啊，这个重大工作。好，感谢市长。来，这个，王宝琴，局长，议员阿仔，嘿，这个秀团，哈，秀团病院，哈，这个有害，哈，的废弃物，哈，不是那里啊，尔，拢总差不多。土城啊，头啊有五例啊，拢是倒有害的废弃物。啊，经过吼分析了解吼，即个地主吼，其实安那你安怎啊？话拢用便宜较济，就是讲你稳啊，我甲你吞土，我甲你吞土吞免钱的。哦，啊是你的稳啊，吼，即个你的空地你借我，我放一寡土地啊哩，吼。啊，有当时啊，安那你安怎有？有淡薄仔的交情吼，哦，关系来吼，拢放伫遐无用着，啊是讲我的稳啊，来当人无钱甲，即个迄、那个迄、那个安那吞土的时阵吼，会当安那你敢那，我的稳啊嘛，佫较有价值嘛，吼、哦，啊所以咧吼，哦、较会来发生遮的废弃物吼的问题嘛，啊遮废弃物发生较深啊，已经差不多伫个要到8个月的时间啦。啊，8个月中间的时阵吼，咱首先啦吼，咱环保局这边遮有来开一挂罚单嘛，有开一挂罚单的时阵吼，那遮地主啦吼，我是
拜托讲哦，咱环保局啦吼，伊那是算受害者啦。哦，恁应该安那，你敢那？应该爱听些地主想，哪会当甲开较省的，尽量你就爱甲开较省的。哦，啊，另外，哦，三间公司，哦，这间前中英，哦，啊，甲这间应盛，啊，佮佮这间盛旺，恁嘛是拢开千二块啊？哦，一张单恁拢开千二块啊？地主受害恁嘛开千二块啊？啊，恁的标准伫对恁？啊，恁甲金啊八个月，恁开几张单？你可能爱做些说明。好，我甲议员报告啦吼。行政处分已经在做啊吼，所以唔是行政处分即卖目前在做吼。啊，当然因为甲议员报告就是讲，因为咱伫个行政处分的过程内底吼，爱先和陈述意见。但是这个陈述意见内底，迄代志遐明确啊，咁都要去陈述意见。因为爱对着人啦，吼，因为咱法令是规定是行为人优先嘛，吼，行为人优先。来，我讲吼，我的时间有限，你讲重点。你遮的单啦，我跟你讲啦吼，我甲伊安尼报告。你开几行政处分一直继续咧做，无停哈。啊，另外咱。迄、那个刑事调查的部分，环检警结盟刑事咧调查的部分，已经拢开足侪庭啊！吼、啊，所以即卖呢，因为开庭的过程，啊，搁了迄、那个检察官搁了解一寡事证，所以咱搁继续搁来环检警咧做。啊，即卖目前啊搁咧查，吼、啊开庭啊开足侪庭咧。来啦，迄、那个本席来建议啦，吼，是，即个地主啦，是受害者啦，恁单吼，恁应该也开较少的。啊，钱中英这大间公司，甲应盛这大间公司，吼、哦，啊，搁一间盛旺，这也是一间大间公司吼。恁、哦、应该单吼，恁爱甲开较严格，咱会当上悬开啊到偌济？我甲议员报告，迄开偌济一定拢有法令的规定啦，吼、哦。啊，但是、对公司来讲，唔是千二块啦。啊，那对地主来讲，吼、哦，如果是一事，我们就不两罚，哈、哦嗯。如果是对得到行为人，行为人也承认。那当然就不会再对，但是如果地主他在违反的过程里面，他有共同的这个，我这样讲哈，共同的犯意还是什么，那依法还是要处分了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要看市政。好了，那个安尼本席来提醒啦，你注意这个问题啦。好，谢谢。市长，我问你交换一个意见的哈，你像这个问题啦哈，伫地方啦哈，已经。这是真大的伤害啦，吼、哦！因为伊遮个有害吼废弃物吼，伊个随着水文吼流溢，啊流溢的时阵吼，遮去到北区啊，去到北条沟吼，遐鱼啊食到的时阵吼，伊嘛是带有这个啊遮个镉甲铜吼，诶成分伫内底哩嘛，吼、哦、啊所以咧吼，地方吼，因为安的时阵吼，实在讲啦吼。本身嘛，袂晓讲啦吼。地方感觉讲吼，阿凯一个地方人，恁做议员，阿凯一个地方人去物价安尼啦。啊，我也甲讲啊，这我事实我嘛无了解啊。啊，即马发生了，已经发生啦吼。即马是毋是讲遮个废弃物，咱当时会当撤走吼？进前市长你是咧讲等起诉，啊，甲即马已经八个月啊，地检署也未起诉啊。啊，即马遮个废弃物放伫遐林的时阵就对啦，嘛是阁继续咧咧危害地方啊！啊，这是毋是讲市长？你是毋是讲吼会当甲这个地检署这边遮呼吁一下？是毋是讲这个罪行已经足明确啊？是毋是遮个清理的问题会当予咱台南市政府首先吼啊会当来处理遮个问题？啊，无这放咧的时阵吼，一直妨害着地方吼遮个渔民的权利啊！好，这个部分，咱请市长来讲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可以这样做了哈，因为今天贵议员提出质询嘛，嗯，啊，你质询的这个内容嘛，真有价值，啊，我呢，甲地检署请伊哈，这个案件啊，赶紧来当有一个段落，啊，好，咱后续环保单位有办法去处理这个啊污染的问题。好啊，安尼咱。对这个方向来努力啦，吼，唔能搁甲藏伫遐林啦，已经八个月啊，吼、嗯哦，好无？来，市长你请坐，来，这个环保局局长，如果啦，吼、哦，地检署这边遮呐，因准咱呐，吼，会当这个清理的时阵啦，吼，安尼，咱环保局敢有法当伫第一时间，这
看这业者也好，还是这的迄个应承也好，还是钱宗英，还是盛旺也好，应该会当，还是咱环保局，敢会当第一时间会当来家己处理这个问题？好，我甲议员报告哈。事实上，即马我也了解啦哈，即马咧开庭的过程嘛咧讲着轻的代志哈，大家要如何去分配那个责任？那这个我个人是很感谢地检署也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但是这个基本上都是要当事人大家有一个这样子一个认同，或者是他承认这样的。不过我的了解是这样子了哈，所以因为侦查不公开，我不能跟议员报告。现在我来讲的是，但是他有，现在已经在讲到这個，但是我相信哈，因为这种树林土地私人要负责任。这当然，咱市政府会加，你安尼讲啦，安尼吃亏的，应该阮第一爱予伊吃亏。我相信这应该是根据我的了解啦，应该安那搁谈落，应该是要开始清的日期，应该袂介久啦。我讲啦，好不好？哎，谈的时阵吼，这个是钱宗英，钱精英，哦，钱精英，精神的精，嘿，咁应承的代志吼。啊，这个盛旺已经倒了嘛？五六间啊！哦，你要叫盛旺去处理这线路，已经不可能了。啊，前中英这精英，前精英的时阵哦，伊这是规模足大的公司啊。是无唔对。哎呀，啊，应承嘛，规模足大的公司啊。我甲伊完报告，前精英已经提出清理计划书啊啦，吼、哦，就是伊表示讲，伊有迄个物件要迄个计划书已经出来，但是这拢伫阿哥咧。啊，侦查的过程哈，所以我是先甲议员来讲，我个人是一直咧追踪这件案件啊，全力还检举。本色是甲你提醒啦，谢谢议员。这个物件对地方危害足大啦，当然。啊，希望咱环保局哦有积极的作为啦，会，对不？你也坐。好。这个是蛮歹势哈，城西这个四期的掩埋场。这个无要兴建嘛吼，啊，伊个工程款即马是保留还是取消？哦，咱这个预算啊，时间到就交回。好，交回。嘿，安尼确定讲这个四期掩埋场已经是无要做啊嘛？哦，咱反正我无法度，我现况无法度执行，我就交回。哦，无神圣交回了。对，无神圣交回。哈。好，安尼好，你阿姐，来，这个警察局。局长，议员你好。来哦，这个温先生哦，咱们探讨一下哈。今年的六月哈，伫安南区哈，有伫一只公园哦，有一个弱智哈，女孩哈，伊那无聊拢去遐坐哈，啊去遐佚佗，啊伫这个。咱安南区咧吼，有一只迄个市场吼，一群食烧酒的吼，因烧酒食食的吼，去公园里吼，啊，这个找这个目标吼是弱智的吼，弱势吼，啊，伊用什么方法？你阿哪？伊甲用拐的吼，摕20块，互伊去买饮料吼，啊，去甲性侵。得逞，吼、哦！这个工课，咱分局这边者、派出所这边者，完全拢无了解，吼、哦！啊，这个派出所咧，吼，进前我都有加建议，讲吼，啊，某一部公园咧，吼，内底吼，真复杂，吼，嘛有人伫遐跋筊，吼，啊嘛足侪人吼，伫遐吼，啊，一寡唔是足正经的人伫遐出入吼，恁派出所吼，应该要注意一下，吼、哦。结果，分析咧吼，甲伊建议，因无去执法，啊无去即做清查，无去做了解，互即个代志发生。啊，拄啊，咱的社工去访查即个弱势吼，啊，所以咧吼，哎，啊，感觉伊的腹肚含正常人无相像，敢若有心吼，安尼，较来报案，吼，较来报案。来报案的时阵，咱。分局这边、派出所这边，遮，咱应该吼伫第一时间吼，恁、哦、有一个政策叫做啥？策进作为哦。
啊，这个促进作为吼，伊内底的精神是安那？你安那呀？是针对每一项性侵案件的发生啦吼，迄、那个时间、地点，啊，甲手法，甲两个人的关系，吼、哦，吼、哦，啊，犯罪的吼，诶，手法，啊，建立的吼，这犯罪的情，这情资吼，啊，并加以比对吼。访查、甲搜证吼，啊，研发吼，即建立档案吼，研析吼，情资吼，及管辖吼，分析交流，有效控管，以利尽速破案嘛。这是恁的即促进作为嘛，对不对？哦，局长，来，第一时间吼，六月发生的时阵，恁这工课有做无？您这工课敢有做？即我手头的资料啦吼，我唔知讲讲的是毋是迄个凤凰里公园迄件案件吼，啊、是迄件迄个落智的那个这个案件吼，我们事实上他因为他隔天他早上他下体出血，啊家人就发现了，啊也把这个经过清晰有对，有来迄、那个我讲啊，局长，发生这绝对无唔对嘛，这有经过报案嘛，吼。啊！恁的安那，恁的促进，这促进作为，恁家己写的嘛，写甲足清楚嘛，吼、哦。啊，是毋是啦？吼、哦，这个代志发生的时阵啦，吼、哦，恁第一时间啦，恁有启动恁的技术无？恁安那，你安那？恁无启动恁的技术嘛？来，阮小哥来讲，伫当年吼，诶，十二月二五，小祥哥伫家里，吼、哦。小祥哥迄阵食烧酒诶，吼、哦，啊小祥咧吼，佫、哦、是伫遐公园诶露宿诶，佫伫遐佫发生即个性侵的案件。阮先请问恁啦吼，恁、哦、台南市警察局啦吼、哦，我讲啦吼，讲、哦、诶比笑诶较好听啦吼、哦，六都啦吼，诶评比啦吼、哦，六都诶评比啦，咱台南市啦吼，诶性侵啦吼、哦，是排伫六都诶第一名诶啦。你要安那对台南市民交代啦？你要安那对市长交代？你要安那对阮安南区的乡亲交代？你头讲也是有道理啦，吼、哦，拢、啊、对这些要我来讲啦，本色讲的，本来就要做的。本色讲的啦，袂当无道理啦。啊，就是遐人都，我当都是咱台南市警察局破的，所以咱的素质才会悬。那个每一个案子都是我们自己破的，每个都抓到人犯，我们都移送好犯，所以我们素质才是高的。我来讲啦，你爱行我小姐，我来讲啦，那无社工啦吼，去发现的时阵啦。我来讲啦吼，恁警察局啦，也搁埋在鼓里啦，吼、哦！啊你，你我来讲啦，同这人食烧酒的呢，同伫遮的公园发生呢，我来讲呢吼，恁警察局若有做位的时阵就对啦，你会当搁予这个代志二次来发生？我来讲啦，你局长是咧做安那？我本来都在负责任啦，啊，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本来就应该我负责，但是我要查清楚，我都不查，我唔查查查。本色是台南市的议员呢。本色来到遮是咧自认名利呢。我带你回答，啊、我带你回答吧、啊。你回答，本色来咧即阵敢唔对？啊是台南市的议员来到台南市议会，拢爱定定淡仔坐，啊是对恁咧讲话拢爱客客气气。我无这个意思，啊、我是讲。啊是本色遮讲的唔对，我讲呢，遮规个拢是有凭有据的呢，遮是拢有资料的呢。我讲啊，你身为局长啦。你应该爱安那，你干嘛虚心检讨？爱去检伊，爱去改进。我讲，我当出来做议员的时阵，我讲啊，我嘛唔敢讲我做甲足好呢。但是我嘛伫学习中呢，咧成长呢。我讲啊，人啊做唔到无注意的工课，一定拢有吼、哦。啊，那照恁这個动作就对啦。啊，这嘛是安那，比手机大起的哟，你有热情哟。我讲啊，我无咧来信这啦，我也无咧开查某厅啦。我也无咧开电动椅啦，我也无咧开交警啦，我也无咧学白色啦。你甲大声无好啦，我是代表民意来遮人啦。你代表民意，我接受。这个疏失，我们应该检讨改进。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地点发生两次，两次你应该负责。你唔当遐挂了啦。我讲啦，台湾全省唔是恁警察局上挂啦。哎，市长，我请你讲一下。阮先讲安尼讲唔对，即个数据讲唔对。迄个桂圆，
刚才黄局长有哪有承认啦，吼，就是讲警察局确实有值得检讨的所在，就是讲迄个同一个所在啊，同款的案件发生两摆嘛，哦啊，所以伊这伊会去检讨，啊，我有来要求因爱避免这款代志。这我爱讲哦。第二点的就是讲，伊讲的是安尼啦，就是讲，其他我安尼个听个意思是讲，因为警察局在咱台南市警察局是不吃案。啊，用这个数字讲，去来修订警察局的努力，伊是感觉讲安尼有这个这个这款的媒体这款的报道本身对因就无公平啦。啊，所以伊即摆讲的是这点，就是讲警察局伫过去当局长带领下面，还是黄局长带领下面，拢要求不吃案，啊，每一个案拢破。啊，你今仔人阵讲无破的时阵，当然数字就较少嘛，伊大概要。替警察当然讲的是这点，啊，当然讲的中间可能吼，迄个桂议员有误会，讲敢那对你无尊重，这点我爱说明。本色代表民意。另外，佫一点就是讲吼，其实咱坦白讲，警察爱负责的，参社会的这个问题，有当时爱分得开，因为警察局伊无能力，哦，去讲这个代志袂发生，因为社会牵涉足大。哦，啊，若准讲无破案，迄是因的责任啦。哦，所以有个人感觉讲，你发生代志了后，是了，皇帝啦，吼，胜过一切啦。啊，本身吼，底下遮人分开啊，这是拢弱势一寡迄个弱势吼，即个女子啦。咱社会吼，爱有责任吼，去保护即个弱势嘛。咱无容忍吼，互弱势吼，伫社会上欺负嘛。啊，本色嘞吼，是代表民意呢。我是安那，你安那？我是一票一票登出来的，我唔是买票登出来呢。我是来到这代表民意呢。我来到这，我若无要讲话，我来讲，我即马议员随时掉。迄个桂议员，伊头拄仔有讲过，就是讲同一个所在发生同款的代志，安尼警察无先进到这个工课，伊会检讨。啊，但是因为会发生性侵，因为这牵涉的原因真大，你若讲拢要求有哪有发生代志，都爱要求警察局负责。其实对因来讲吼，这责任嘛相当啦。我想大概是这个意思。重点是同一个所在啦。是啦，啊，同一点难嘛。这点他黄局长有承认啦。而且吼，而且我熟悉啦吼，咱的政治单位啦吼，我那无积极的作为，这些人起码拢搁伫外口哩。我呢？也搁拢伫外口哩，逍遥法外。因为安那你安那，伊有二十块号嘛。嗯。无个性安那你安那，无个性强，这迄个性侵嘛。啊！伊若弱智，这安尼可能就袂使哦。我讲我这点吼，这个其实吼，其实市长，你原来当去跟地检署啊吼，做一个检讨啦。委员，我会请法制处肖处长，请律师啊来了解这个案件，好不好？对这个当事人提供较好的保护。好，感谢，谢谢。来，下一页。下一页。这个市长，我已经讲六档了。咱现在新街已经是营业市了。啊，我们安南区还有这个所在。啊，那个所在的地点是安南区的可以说很热闹的所在。啊，你把它放这里您说有相关的法令也已经讲六档了。啊，这样是也是一个游玩的。啊，柯中心教授前立委因为刚刚四处大将兵吼，底下崩掉我的时阵吼，有咧甲我提醒啦，讲吼，这个吼，你一定要要求市政府较紧来处理，属实足歹看，啊，迄已经也无适合人底下住啊。是迄、那个桂文，我甲你报告一下吼，就是讲咱安南区的大同平价国宅、平价住宅，也是东区的大林，伫张灿龙市长时代都要处理，啊，但是因为你知影嘛，住遮人拢足熟悉，后来咱阁请议员来甲伊协助，所以呢。处理无完全，啊！我就任了后呢，我冇处理。我坦白讲，我直接议员，我负责跟您讲，大林国宅冇议员出来反对，安南区的大同平价住宅，市政府要处理，冇议员站出来反对。啊，这摆吼，我已经有甲社会局讲啊，2206地动了后吼，咱来重新思考。伊住伫这，伊艰苦人住伫这，这是一回事。万一呐地动呐，这厝倒去，无人负会起这个责任。所以咱今年有拢共有编1亿多万，已经送来议会。啊，咱提出对张灿龙时代较好的补助的标准来给因补助，
啊，我要求明年一定要完成。明年完成。明年完成牵线，包括咱安南区的大同平价住宅，啊，甲东区的大林平价住宅，明年一定要完成。啊，我那请郭议员这笔预算呢，第几位当支持？这当然啦，这对地方需要完成，咱第几位咱一定会支持啦，吼。啊，这个工课吼。迄、那个拜托市长啦，吼，地方已经吼反弹足大啊，啊，社会啊，大家拢看袂落去啊，希望哦，你有这个明年吼有迄个魄力啦，吼，把这个吼拆除掉，重新这个落去改建，啊，是要什么款路用？这个土地起付的啊，这地还阁八九亿的诶，迄个价值伫遐哩。谢谢，谢谢贵人。谢谢市长，谢谢陈局长。咱这个成人教育。班吼，是，嘿，国中、国小吼，即马有去拄着一个问题，就是即马，咱学校吼，即、這个警卫吼退出校园，吼，咱即马该保全的系统，按因遮的即个成人教育，拢利用因暗时下班的时阵吼去学校进修，啊，即马有一部分的学校咧，伊无爱去负担即个责任。啊、所以以前嘛，就是安那哩安那，以前嘛，就是讲安那哩安那，因无爱办成人教育，吼、哦，啊，所以足济吼，乡亲吼，去服务处咧点钱，啊，佮有一挂即个越南吼，啊是印尼吼，即个外籍吼，诶新娘吼，因嘛是来到咱台湾做咱的台湾的新妇的时，因嘛是拢爱去底下哩吼，即个学咱台湾吼基本吼的教育嘛，吼、哦，啊，即个。恁嘛无一个较好的做法的时阵吼，一个校拢无要办，啊是毋是讲吼，恁会当来考虑讲安那恁呐，是毋是讲伊个暗时啊可能一点钟甲两点钟尔，恁是毋是讲有可能互因请即个临时的保全呢？啊，尤其咱台南市啦吼，有两万几个人无识字的吼，毋捌字的吼，啊因拢有机会吼。去遐读册，啊，甲遮外籍新娘，是毋是讲即个经费，咱教育局吼，应该是无，我那无偌济钱，啊，恁会当支持一个袂？我可以做报告者吼，即、這个问题呢，其实之前阮甲校长咧开即个座谈会的时阵吼，嘛有校长有提出来讲即个问题啦吼，啊，所以我有请阮同仁呢去协调者吼，就是讲像讲咱这迄个乐龄学习中心啦吼，咱即马嘛无一定固定讲吼是伫一间学校尔吼，伊其实一个主要学校咧办，其他学校嘛会使来配合啦吼，啊，所以即个问题阮来协调。人拢就近嘛吼，咱学校拢是社区的校学校嘛吼。啊，你啊讲，比如讲伫海淀路，伫海淀国小咧读迄个成人教育班，你讲叫伊去到即个安庆咧，安尼有当时啊就较无方便啊吼。啊，即个有什无偌济嘛？应该咱台南市政府应该无差一点啊有什嘛？我甲伊做报告，即阮迄个整体来评估啦，好无？因为伊即马咱即马就是讲。即、这个警卫伊也退休了后吼，咱就拢无个补人嘛吼，这是整体问题，所以咱整体来评估吼，咱迄个唔是讲为着分析来建议啦吼，即、这个警卫呐退休即个学校的时阵呐吼，伊原地的学校闹咧办成人教育班呐，分析希望讲吼，你改即个迄个一点啊警卫吼，吼因会当请临时的警卫啦。哦，安尼吼，会当维持吼，即个成人教育班吼，即个实施啦，吼，安尼好唔好？好，谢谢议员的建议。啊，这个部分我们也会跟教育部反映，因为迄个成人教育班大部分经费是教育部来，我嘛个反映讲，看是伊补助经费内底，会使甲即个编落去无？啊，过来，谢谢。另外一项哦，就是即个教训啊，内底即个文中甲文小吼，啊，甲即个幼儿园吼，即个社校吼，相关的经费。今年伊个预算敢是编几月费用嘛吼？伊则是讲105年还是106年？106年。106年，阮是迄个要做设计规划。设计规划嘛吼。是。啊，即、這个设计规划了完成的时阵，伫107年甲108年有定要发包嘛？嘿，阮在迄个开始迄个进行工程的部分。啊，109年要即个检验含落成嘛？嘿，原则上咱即卖的时间是安尼规划。安尼规划吼。是。来，地方的声音吼，就是讲即、這个幼儿园吼，幼儿园两班吼，伤过少，
是不是讲吼，这个幼儿园的时阵吼，会当这个加设，看要加设三班吼到五班，还是要加设八班吼吼到十班，敢有这个可能？家己做报告者吼，即马我嘛是配合迄个教育部啦吼，伊个迄个幼儿园公共化即个政策吼，再过来考虑一下吼。因为即马目前来讲呢，就是讲咱先用两班即个规模吼，啊，咱会使甲空间先留落吼。万一咱迄个社区呢，成长的人愈来愈侪的时阵呢，咱当然就是会使搁来进行增班。安尼看地方的需求啦吼，地方若足侪人要读的时阵，咱有去空的校起来。随时会当增加，安尼就对了。是，就是爱看伊整体啦吼。讲如果囡仔侪，咱当然嘛是爱尽量来吸收嘛吼。啊，但是目前现阶段来讲呢，咱先用两班来做规划啊。两班来做规划，啊来，迄、那个即个文中文小，敢那迄个交通局有要拨1500平去做停车用地嘛？这敢有确定？咱用半公顷、0.5公顷，吼，诶，即个空间，吼，互咱交通局来做即个停车场的规划。这有确定无？有，这阮迄个内部讨论过，啊，交通局嘛知影。啊，你要看安尼够适当，因为安那你要哪，你爱去思考一项吼，伊台南县吼，话有一挂学校吼，伊内底吼有礼堂，啊，礼堂吼，甘啥甘社区。做伙使用，但是呢，吼，即嘛有发生一挂问题，就是讲安那，你阿哪社区跟学校有意见，啊，为着迄个礼堂的代志，吼，伫遐纷争，哦，这个部分吼，应该你安那爱去思考一下，吼，啊，你讲停车啦，吼，你讲一个到那中下区遐大啦，吼，你讲要开1500平去停车啦，吼，其实是安那有帮忙啦，啊，但是吼，我是感觉安那有限啦，吼，这个部分哦。本身是甲你建议啦，你可能吼，我那爱做较即个迄个紧密吼，诶思考啦吼，看安尼是毋是有适当，甲无适当。啊，这部分阮搁甲交通局这边吼，搁来迄个研究者，因为目前整体看起来吼，安尼应该是有够使用啦，嘿，家己做报告。哦，咱是讲你是认为讲即、這个迄款咱文中甲文小起来，袂因为即1500平互交通局使用的时阵吼。咱这个校用地无够人使用的，对。没有这种情形。没有这款情形。是。好，安尼吼。好啊，安尼呐，未讲有这款情形，当然，这对地方嘛不是歹代志啦，吼。本校是我那无意见啦，吼。啊，这个文校甲文中这个教分啊，的校的兴建啦，吼。迄个局长，你可能吼爱支持啦，因为地方啦吼，即嘛读册其实吼。真无方便啦！啊，安南区即马一定有咧成长嘛，即马咱台南市的第二大行政区嘛，吼啊以后嘛是有可能是咱台南市的即个第一大行政区啦，啊所以即个校的兴建啦吼，即、這個、地方啦吼是有当时啊足期待啦吼，啊希望讲即个工课伫你即个教育局吼，恁伫。拍拼吼，会当较紧甲即个工作再完成安尼吼。好，谢谢局长，因为这市场嘛真重视，所以阮会迄个专力来做，谢谢。好，谢谢。来，这个，交通局，交通局，这个交通局，行龙吼，行龙这牌啊吼，应该有当看吼，大小不一啦，吼，啊。画吊电火条啦，吼、啊画顶人的壁度啦，啊画拢安那你讲哪，无当吹啦，无当吹啦，是毋是讲吼、咱交通局吼、会当较整体吼、会思考吼、甲即、這个咱即个巷弄吼、会排除吼、会当统一化吼、你看统一要用即个条啊甲拆起来，还是统一吼、要伫倒一只所在吼？啊，主联吼瘫痪，即太换啦吼，主联吼落去即个改换安尼啦，吼、啊无，即马车吼，有当时啊吼，人若要找行路吼，拢足歹找啦，足歹找啦。啊，建议讲吼，以后吼，若拄会动的时阵吼，尽量吼用迄个会当暗时啊看有诶吼，吼、暗时啊看有诶吼，啊，互大家吼咧找较里边啦。啊，请迄个局长你讲者，是毋是讲哦，会当主人来瘫痪？非常好啦，哈。啊，
咱这个站名牌，但是咱这个站名牌有数量非常之大啦，哦，所以咱即卖做法是有派去咱生活，但是咱长期来说，咱得爱分批分离来汰换。第二点，头拄仔议员有讲到，哦，晚上会反光迄种，咱未来也是朝这个方向去做了，但是这因为这些数量金额都很大，但是咱分年来做，安尼好不？好啦，分年来做啦吼，好，安尼感谢。多谢市长吼，啊，多谢，哎，讲啊细声的啦，腿也讲歹呢。当我们下一个，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继续的自由发言时间，好，休息。
开始开会了，那我们下个咨询呢是自由发言的时间。那我们自由发言呢，照顺序来的，每个人有十分钟。那第一位首先咨询的就我们古木阿九，由我们古木议员呢，十分钟的时间。古木阿九啊，开始。好，谢谢主席。都发局长，我想请问一下哈，之前我已经咨询过，然后市长也答应了，就是永康的区公所未来迁移到永康炮校之后，那个区公所将会变成我们原住民的文化会馆，是。那我们族人非常的期待，但是这个大概两年前咨询到现在，这中间相关的进度也都没有，好像也都没什么进度了，所以我在想说这个部分可能就要回到永康炮校的迁移的过程，迁移的进度是如何？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详细的报告一下？那什么时候我们的永康文化会馆可以正式进驻？感谢议员对这一个会馆的一个关心啊。那我先报告一下，就是永康炮校它是要有目前呢要进行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关庙炮校的一个设计跟建筑了哈，那这个部分已经目前各个项目都已经确定在展开当中。那关庙炮校的一个设计呢，公务局也已经近尾声了哈，现在也在准备这一个发包作业。那关庙炮校的部分呢，大概是107年底到108年初之间，关庙炮校会全部建好。那我们永康炮校这里呢，就会分两个阶段哦。第一阶段现在是已经在进行的，是这个第一期。
就是整个炮校西侧16公顷的这一个部分。那十六公顷的部分，地政局已经进行区段征收，而且目前工程呢已经陆续在展开了。可是整个炮校的部分要等到关庙炮校确定签好建好了，他们会大概用3到6个月的时间整个搬过去。所以整个目标是在108年完成整个永康炮校完全迁移到关庙的部分。那接着就会进行永康区公所迁移到炮校里面来的一个部分。那个建筑物基本上在区段征收里面不会去动它，它不会去动。所以到时候永康区公所可以直接迁到里面来。那到时候腾空以后就可以让这一个原住民会馆这里呢开始来进驻。那不过就有关整个流程来讲哈，虽然看起来是要一步接着一步啦，那不过我认为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说，等到在107年到108年之间，整个会馆要怎么样设计以后来进驻来改建，倒是从那个时候就可以开始来进行。那这样的话，在衔接上会比较顺，不用等到说永康区公所他已经都搬迁了。然后再来进行这个规划设计，那这样中间大概又会有半年到1年的落差。我想这是在过程当中会比较好的方法。我们也之前也是建议永康区公所也可以在106年或107年就开始去检讨未来要搬迁的时候，那个空间到底足不足够，那有没有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建？那这样的话可以配合这个永康炮校的迁移哦，一步一步，但是其实它很多都是并行的话。那时程是可以缩短很多，我想这一点是会给这一个原民会馆这边的一些建议啦。那当然永康炮校的迁移的部分，都发局跟公务局地政局，我们三个局是一定会通力合作来加速这一个工程的进行哈。那会希望在就尽量赶在这个原定的期程里面把它结束。好，谢谢局长很清楚的说明。那个民委会主委，好，那刚刚已经有讲到了哈。那大概要到108年才能够正式进驻，那可是之前我们就可以提早做规划。那这个部分，主委，你有没有什么想法跟规划？好，就上次我们市长指示以后，也在这边确定走这个方向，我们都已经调请永康区公所把整个的这个结构图，甚至空间的配置图都已经取得，也跟预作这边把这个图跟预作报告。目前那个主委，我这边是要你很清楚的告诉我说，好，我们现在未来106跟107，你打算针对永康文化会馆，你那个未来的前置作业的期程，你有什么想法？我想。如果说假设108年要进驻的时候，107你就应该外观可能要做一些，做一些变化哈。那这个部分相关的设计想法，然后你可能以后要怎么样在内部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可能使用的一个规划或管理，这个你之前就要先想好了。那想好的话，你之前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些？可能也要跟我讨论，也要跟我们一些族人做一个讨论。那这个东西，我是说这个部分的前置作业，其实你应该就要提早就先想好了。你有没有想法？有，就是在我们的工作进度是明年，我们就像督发讲，我们前置作业就是要先做定位分析，就是我们这个会馆以后实际我们台南市的我们7000多位的我们原住民。要怎么利用这个？我们先做定位分析。所以你106你要怎么做？你106的现在做什么？做初期的规划，整体的以后这个广场的应用的规划，跟我们的实际需求来做一个规划。那107呢？107也是107以后，如果我们整个定位规划好了以后，就按照我们的规划来开始做设计。107就开始东宫外观的设计。可以做整体的设计。好，那这样子的话，我希望主委你明年106、107，你大概一段时间都要跟我报告进度。可以，没问题。好，那市长，您承诺说永康文化会馆那个地方，现在区公所会成为原住民永康文化会馆，然后因为我们这一届的任期就只有两年了吼，不到两年了，市长你就要离开了吼，我很担心。如果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进度的话，新任的市长他会不会也一样
承诺这个地方不会改变，这是我非常担心的。市长，你给我的承诺，下一任市长他会买单吗？因为所以市长，我希望这个东西能够有所动作，然后甚至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保证，这个文化会馆在你这两年的任内，你有什么样的动作，确保未来他不会因为那个市长换人了之后，哇，你的承诺全部都泡汤了。是，跟古木花旧议员说明哈，因为市政是延续的啦。既然我在这边跟议员承诺啊，这个政策会继续下去。啊、第二点呢，就实际的执行方面，明年啊，明年可能这个汪主委这边跟议员这边就可以就结合我们台南市的一些原住民的社团，大家可以共同去讨论这个未来的空间，你们的需求是什么？你们的规划的理念是什么？啊、同时呢，也跟这个建筑师提供给建筑师啊去做参考。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未来在发包设计的时候，才不会有距离啦。这段时间我比较建议你们，就像公民论坛的方式啊，大家去讨论这样啊，包括方向，包括需求啊，未来发包设计的时候才不会有偏差。然后大概108年啊、你们就说的。这个永康区公所的同仁进驻到永康炮校的时候，那你们就可以实际上去做这个，啊，开始这个装潢，啊，或是整建的工作，啊，那这样的话，一步一步下去就不会发生你担心的事情。好，所以市长，我这边就是要知道说，未来这个政策不会改变，不会。然后呢，也希望说可以确定知道说。这个进度到底是什么？对，好，好，然后就像那个主委，那这样的话，你后续这个部分你就要积极的去处理，好不好？好，谢谢市长。还有哈、哦，这边因为我在总咨询的时候谈到族群主流化政策哦，那未来台南市要推动这个部分，市长您承诺说要成立相关的那个推动委员哈、哦。那最近呢，桃园市哈、哦，他们已经就是他们有推动那个。通过那个桃园市原住民发展自治条例，我在想，其实我从我的一直以来的质询问政后，最终他那个整个脉络下来，我们从族群主流化的概念，其实是保障我们各个族群在台南都能够生活有保障，能够生活的幸福安定。所以呢，其实这个东西呢，不会随着说市长您离开了。然后呢，这个政策很多的政策没有办法延续，所以原住民相关原住民不管是原住民还是客家族群，未来在这个生活保障的相关的这个权益的部分哦，其实都应该要发展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自治条例。所以市长，我们应该要属于台南市原住民或者是客家族群的发展自治条例，所以这接下来我们走族群主流化的时候，怎么样让原住民族群、客家族群的文化生活得以保障，法治化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接下来也希望市长，还有我们整个市府团队，还有民委会主委，未来朝这个方向，你们去思考一下。我想这个会是我下一阶段，会去重视的地方。哦，好，谢谢。好，谢谢我们谢家的古木花旧议员。那我们接下来由张世贤议员和王家珍议员两个共用时间为50分钟。那张世贤议员、王家珍请。20分钟，一个人10分钟。几分钟？我不知道啊，一共的呀、啊。啊，谢谢主席哈，赖市长，我来签稿子了。那个丁议员，我赞。本身哦，啊，伫做奠定的时候，差不多18高档啊哈。啊，阵这个外宽道路都是172线吼，已经拢有拓宽加完表四五里啊。即个村哦，四五里加第一线这个安溪桥这段吼，啊加。74线甲边高道迄段吼，也未拓宽尔吼，啊，即马即个经费都落来啊吼，我希望讲迄、那个边高道迄一定爱拓宽啦吼，啊，两边个水沟嘛是要拓宽，啊，着爱一贯吼互通，安尼哦对阮北河镇吼来讲吼，迄、那个交通个即、這个流量吼较会顺啦吼，对阮北河发展吼啊较有帮忙啦吼，啊，遐久啊吼，从
十八九年前，啊，伫忙忙到即阵吼，啊，你诶，即、這个也做证件内底后写要新华看，即个新年生活考内底吼，即、這个要来做，啊，真都有即个经费啊。我希望讲吼，即、這個、拓宽也好，啊，边沟都爱处理好势。啊，即、這个咱道路吼，迄、那个原地所有权的迄，啊，一并共征收，吼、啊，啊，即、這個、中央的钱，咱地方啊配合吼。啊，部分啦吼，那征收是一半一半啦，啊，那是迄个工程款是82%甲18%的分别啦吼，啊，都已经有啊，啊，你爱赶紧吼，啊，即爱甲处理好势，啊，赶紧去说明话，互人地方哦，即做有所有权的吼，伫道路有所有权人吼，较放心啦吼，包括迄个做拆迁补偿费，迄拢一定爱并甲处理啦吼，这是伫只安尼，该做一个建议啦，啊，赶紧去处理啦吼，啊，该有哪该感谢啦吼，啊，第二啦吼，就是讲即、這个，即摆啊，咱台湾拢咧讲有七八成的即、這个即、這个福岛火灾即个食品问题啦吼，是讲哦，真奇怪啦吼。啊！大家民进党，大家平常时都爱提价红，爱提价的安尼，爱涨价的吼。啊，当这代志也拢无得涨。啊，有七八成吼，我是讲哦，啊是怎啊？是爱良心啊，爱有这两字啦，吼、哦，良心啦、啊。你医生嘛，啊，你这林局长你嘛医生嘛，医者父母。